就不怕火力狗，抓妈情侣玩猫赛2.0。我是 Brandon， 你好，我是 Chloe。那今天呢，一样的这个厨艺大 PK 呢，我们的嘉宾呢，最美人妻啦，最美人母啦，他自己本身呢也经常有下厨的，但是他是做 baking。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人要个别拿我们的妈妈拿手菜来虏获他的心。我煮的是酿豆腐，我煮的是南乳炸肉。Okay. 而且很刚巧的是，我们两个竟然都拿了同一个籍贯的食物来应战。欢迎 Emily。耶、yeah. 欸，那今天呢，我也是客家人。哦、oh, ，我还一看听到有南乳，我说南乳，然后我可以单单只是南乳配饭吃，超爱吃。所以今天一不小心 ，Brandon 就先领先了一分，领先了一分。今天就看一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我们在下厨的时候呢，究竟会拿出什么拿手好菜喽。来准备炸肉喽！那当然呢，首先要先腌一腌这个肉啦。南乳，放了南乳之后呢，放胡椒粉，放一点点的五香。哇，这个是它的精髓，太棒了！放蒜米去腌一腌，给它有蒜香味。然后呢，放一点点的糖，再放一点点的盐，提味而已啊。重点来了，面粉跟蛋糊里面去。腌它，其实它这个腌肉的最主要味道的来源呢，是靠它的五香粉。因为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，比如说你知道你第二天要做，你可能前一天晚上就可以腌好，然后放一个晚上在冰箱里面，它的味道就更入味。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把这个肉呢下锅去油炸了啊。哦，很传统的家乡菜，然后所谓的家里的米饭香。啊，我真的觉得这十集下来，我已经变大厨了。自我感觉大厨。对，自我感觉良好。真的很厉害，他们两个真的很厉害。所以你就是享受那种会煮的男生的那种荣耀感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会煮的男生很加分，这也是。对，你老公是会煮的、啊。我老公比我超会煮的，哦、oh. ，所以我才嫁给他。男生讲，我煮给你吃那种，其实讲这种话，你不会很融化的吗？不会。情侣两个人好像是在家里玩马萨马萨也是很好的哎、欸，那所以在拍拖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情况呢？哎、欸，对，我就做他的苏chef副厨，对，副厨帮他切菜啊，帮他切菜那一些，准备材料，然后他就煮，然后洗碗就是我要洗哦。哎、欸，你老公的拿手菜是什么？他蛮多的耶 ，big breakfast 这样子的， oh. 然后那些 bacon 啊，然后还有调味啊那一些，太棒了，对，多开心。啊，我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很香很香的味道，我一次闻到那个南乳的味道。哦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只要炸到它是金黄色就可以了。不过你要一直在翻呢，要不然它容易焦。因为他们的下锅的时间不一样。对。差不多可以上桌了。接下来呢，就轮到我的客家煎酿五宝。首先呢，就要处理这个鱼肉。这个鱼肉呢，就是在巴沙里头买的那种马鲛鱼。马鲛鱼。但我自己是特别喜欢吃鱼的，所以我就只做鱼的。客家的好像是会加猪肉，然后我加的是猪肉加鱼肉，然后再加香菜。哇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把调料给放进去。首先呢，是放蘑菇粉，再来呢，五香粉，然后再一点点的盐，然后再来呢是胡椒，最后呢是一点点的麻油。接下来就是把所有味道搅拌在一起。如果你觉得在家里要做酿豆腐，还要就是弄那么多鱼很麻烦的话，就是在外面已经有鱼浆可以卖了。接下来这个我就是会的啦，我会这个东西，就是酿料。羊角豆、白瓜、豆腐、
那接下来就是要开始煎酿五宝。哦，那个声音是我最喜欢的。对。煎的时候就是有秘诀的，就要先把那个肉类向下，是吧？对，蔬菜的部分是不太需要煎的，主要是鱼肉的部分。哇，我闻到辣椒的味道了，这是我第一次，人生第一次做酿豆腐。哇，那我很荣幸哎，我真的美云第一次做的酿豆腐，人真的很好哎，你妈妈是这样吗？安迪这样子，这么善良，爱与鼓励的，对啊，要鼓励啊，大家都怕吃了那个吃坏肚子。只有你做，很荣幸哎！因为网络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有任何想要创新的新的菜肴，要找白老鼠，请找 Emily 试菜。好 ，Emily 会给你很多的鼓励。我觉得豆腐可以。哟，感觉美好，给它焦一点哦。对，它的皮有一点。焦皱皱的感觉，很好。我们工作人员有口福了。这个时候，请允许我哭一哭啊！我太感动了。哎，真的很厉害哎！你看，是，真的非常神奇。而且你知道这一盘哈杂肉嘛，放在这个盘子，它很像那种西方人哈，他们肉撒那个 chicken 切成一片片这样子摆在这里的。牛肉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应该你看到颜色有不同的颜色嘛，然后它的那个层次感、线条感。哎，我吃这个先吧。OK。好，这一个可以吗？这个比较薄。我也要吃一个。嗯嗯。这个很香啊！我跟你说，很香。对，好像很香，因为它不会说太肥，所以它有一些肥肉再掺一些那个肉，很有层次感。然后每一口一咬下去呢，有那个五香粉还有那南乳的味道，嚯，可以开档口了呀，好吃，很棒。我吃这个吧，羊角豆吗？羊角豆吗？好。哦，它的鱼肉有香哎，但是它的鱼肉的那个质感是很好，哎、欸，不错哎，跟你说，第一次来弄的话，真的我可以给85分哎，哇，很高分，紧张的时候到了，又是两道很好吃的，对，而且两道都是客家菜肴，嗯哼，哎呦 ，Brandon 的这一道，为什么？因为先说那个肉，那个肉第一选的很好，然后第二呢，你煎的不会太干，很有 juicy 的感觉。那不管怎么样呢，还是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场地赞助了 Golden Home Kitchen， 谢谢，很漂亮的场地啊，是，也要谢谢 Emily， 谢谢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